仁川越道，突然被一辆左转的厢型车直接撞倒碾过，整个人卡在车头下方，造成他头部还有四肢擦挫伤，当时鲜血直流。同行的友人还有路过的民众见状，是赶快合力把这个车子搬开，救出了女游客来协助他送医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而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肇责有待厘清。